到底？哦，没炸到。那走一走就好了，真棒！老鼠克星欸，没有冰床，就是啥？结束后等级最低的幸存者会升级，哇哦！等级最高的也会升级呢，确定？这太猛了吧！那如果两个同等级怎么办？换下武器。安安呢？最近想画一些图，可是没有时间啊。我有时间呐，因为现在我可以其实可以开台画图了，因为现在我时速到了，所以我可以开台画画。就我之前讲的，它就是不算游戏时速，而是算。那种的时速嘿，这样配装有点惨，没人清小老鼠。不要总觉得那个我在扣血啊，是。是那个闪电的也会电人吗？
贩卖机有希望了。有欸，绝了！那是什么？僵尸死后会掉额外碎片。当僵尸被击中时，有第一句叫额外碎片。好，先探索。啊！指定屋只有一个哦，找到了欸。买个苹果就走，确定。什么佩佩？谁是佩佩？哦耶，我们有这个，换这个，然后把枪卖掉，升级这个。好了，我们暂时无敌了。走啊，消防局玩。不是。消防局，消防局，消防局。哦。啊！毒！哇，太扯了！才降一哦！傻眼！哦，你朋友，哦，你朋友来看台是不是？你好，欢迎。我想说兔窝没有半个叫佩佩的啊。
好了，我就是这样刷的，就是有那个胖胖的僵尸，就可以这样子刷怪了。只是差我没有打火机跟防毒面具。而且他还跟别人撞绰号，还有不能打绰号。我是可以啊，你叫他来啊，你叫他来，我很开心哦。然后怪叔叔，好换这个，换这个，啊，这是什么枪啊？确定？那你拿这个，然后。你拿这个新道具，防毒面具，确定。然后全部出手。不是啊。他应该要继续支持我啊，有没有？那天都送他，都送他一张了，他就应该要全力支持我啊。我拿到夹子之后，人就不见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喷的也太猛了吧！屌欸，安安呢？这样讲好像有目的性的送他夹子一样，没有啦。那天真的是看他很可爱，所以才直接送给他。而且我那天高雄场的时候，就帮点点排队买贴纸，然后他是寄卖的，然后那个人就。我就说你好，我要一张贴纸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也喜欢白起哦？我说，不是我。然后说这样你也喜欢哦？他说对啊，他也是白太太。然后就又回摊位拿我的夹子送给那位寄摊的人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心情好，就在那边乱送自己的商品，有没有？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子一直刷刷刷刷到我的那个碎片超多超多个。不过前提就是要有那个啦，病床再加僵尸有那个阿布伊，
才有办法这样子玩。你看他肚子里面又装枪啊，装碎片啊，才能这样子玩。那最棒的就是有神父，就是你只要神父杀怪会回血，再加上那个有个医疗兵，这才更好刷，因为都会回血，所以你其实不用太担心。你看像这样子血有点回不起来了，怪会越来越强。哦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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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同学都不回我私讯，你没朋友了吗？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又有，你看四页，刚才清掉，现在又四页了，确定，然后就又300多块钱，有什么啊？换弹速度，集中僵尸掉落碎片，确定，那我们先换这个，确定。安呐、啊，你就是那位喜欢李哲言的哈，不是李哲言，就是那天布布跟李哲言再选一个的，好，你好，那天开台有聊到你，啊，现在台有延迟啊，所以你可能是10分钟后才听到我讲话。啊，我是极希望第三个不要是那种吐烟的僵尸，或是拉人的僵尸，什么都好。看来记错人了，不是吗？不是猜拳，不是吗？不是猜拳，猜一猜，要普普跟李哲言的那一位吗？我记错了吗？不是10分钟啦，30秒啦，对不起，现在有点呛。我记忆力有差到这样子吗？给 Pinky 的啊，对不起，我真的记错人了，哈哈哈哈，我记错了啊。那个李哲言，那个是 coser， 拍谁拍谁拍谁，他是一个 coser， 我记错了，对不起，我这次记住了，你是那个戴帽子戴口罩，眼睛很漂亮的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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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歉，抱歉，完了。哇，你会不会以后都不来看台啊？完蛋了，我让人家伤心了。刚唱歌有些尴尬。不是啊，我不是故意记错人的啦。这两天，不是这两次 CWT 发生太多事情了。啊，你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，记得要把口罩脱掉、哦。好，有机会的话啦。不要因为我记错了你就难过啊。欸、不行，哇，痛！想唱歌又尴尬是怎么一回事？跟你讲，这就叫傲娇。想唱又 不敢唱，心里想要，但却一直说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，很害羞，然后却拿着麦死都不放的那种臭傲娇。
确认，确认，好像有点亏，这样，继续。我报一下他的绰号企鹅，我记得。哦，我们突围两位企鹅。我觉得像这种就很容易撞名字啊，对不对？其实还好啦，像巧克力很喜欢企鹅啊。哦，怎么是这一只啦？气死人哦！那时候还跟巧克力比哦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全世界公认企鹅是最可爱的动物吗？”我说：“嗯，你把兔子放哪里？”他说：“兔子不一样。”结果最后还是唱完了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傲娇？就是喜欢唱歌啊，然后又说不好听啊，会尴尬啊。哎呦，这边烧起来，算了，去另外一边。没有，企鹅只有小时候可爱啊，长大就不可爱了、啊。像巧克力喜欢的企鹅，一直是国王企鹅小时候啊。再大一点的企鹅也没有看到他常在分享什么长大之后的企鹅。哎、欸，你的 Pinky 我还在，等一下哦，拿一下，我有点舍不得吃这个啦，因为我也没开视讯，抱歉看不到了，我只能摇给你听。你的紫色 Pinky 还在，我还没有拆封。